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七日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碧仪。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使用真空弹攻击变色，另外乌克兰申请要加入欧盟，有危及到底气味。美国拜登政府又派访问团来台湾，而且明仔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嘛要来，显示美国重视台海安全。去年九月，屏东发生有十波人不满超商的店员提醒挂嘴暗的攻击店员的事件，但检方以杀人未遂罪甲起诉。新闻头起先继续来关心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表示，这场战争已经造成352个一般的民众死亡，搁指控俄罗斯使用真空弹来攻击百姓，而且将两国头一边的谈判无达成共识。为了阻挡战争继续延烧，法国总统马克宏跟罗西埃总统通电话了后，结束了后，克林姆林公司开出三个停战条件，包含讲国际都要承认罗西埃伫咧克里米亚半岛主权。建筑物和俄军炮击甲空袭，即马只剩砖啊厝下。俄罗斯入侵行动第六天，乌克兰官方讲。在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的一个军事单位轰袭，至少70名士兵死亡。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罗娃礼拜前往美国国会寻求援助，同时指控俄罗斯使用国际禁用武器。They use the vacuum bomb today, which is actually prohibited by Geneva Convention. So, you know, the devastation that Russia is trying to inflict on Ukraine is large.But we Ukrainians will resist. 俄罗斯技术使用无炸弹几乎自称的真空弹，这是一种会消耗四颗氟氧气产生高温爆炸的非核武器，威力更大，会当一万年进水来装使人体蒸发。另外，国际调查组织指出，俄军还佫使用急速炸弹，在炸弹内装数百粒主炸弹，对俄国东北部的幼儿园进行轰炸。不过，目前冲突继续升温。美国卫星图像公司 Maxar 公布基辅以北的地区卫星相片，拍到俄国的装甲车、战车和后勤车辆集结，车辆长有64公里，数量真惊人。Я вважаю, що треба розглядати повне закриття неба для російських ракет, літаків, гвинтокрил。除了敦促欧美用制裁方式，乌克兰总统也呼吁设立禁航区，因为美国甲北约组织拢因为无想要激化冲突，表明无意设立。A no-fly zone would require implementation. It would require deploying U.S. military to enforce, which would be a direct conflict, potentially a direct conflict, and potentially a war with Russia, which is something we are not planning to be a part of.另外，俄乌两国代表礼拜在被俄罗斯顶开头一轮的停火谈判，会谈超过5点钟，并无取得共识。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打电话给普京，顶开长90分钟的对话。随后，克里姆林宫声明列出停战的三大条件，包括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同时去军事化、加去纳粹化，以及国际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世界各国想尽办法要阻挡俄罗斯继续进攻，一直站在中立的瑞士嘛宣布要加入制裁，冻结俄罗斯偷人的资产。联合国昨嘛开紧急特别大会，呼吁俄罗斯都要先停战。不过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谈判无结果，乌克兰就表示已经申请要加入欧盟，有硬劲到底，希望国际跟国民会当团结的气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暗在总理跟国会议长共同签字了，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Але цього 30 років. Сьогодні я підписав заявку на членство України в Європейському Союзі. 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跟俄国总统普京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的立场完全颠倒并。严格乌克兰真侪指标，拢离加入欧盟的标准有淡薄差，所以这边的申请代表意义大过实际的意义。因那联合国也针对乌克兰危机，伫咧八月正罕见的40年来第一遍开紧急特别大会，按算三个初二要表决呼吁俄国立刻撤军的决议，严格无法律的约束力。秘书长古迪瑞斯呼吁俄国停火，也批评普京想要动用核武，完全无法度接受。Russian nuclear forces were put on high alert. This is a chilling development. It is escalating violence, which is resulting in civilian deaths, including children,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Enough is enough.
面对俄国军事入侵乌克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发动强烈的制裁，正在国家也宣布禁止俄国的飞机进入伊的领空。有200多年中立国历史的瑞士，也伫8月宣布放弃中立地位，加入对俄国的制裁。俄国63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也被冻结。俄国的上大银行俄国联邦独立银行伫欧洲的分行有可能会倒。另外，俄罗斯的卢布兑换美金跌破40%，俄国也宣布要升息，并且暂停股市的交易。另外，包括英国石油加壳牌石油、汇丰银行，一个全世界上大飞机租赁公司、挪威的能源公司，拢将会退出俄国的市场。Whether they will serve to alter President Putin's strategy towards Ukraine remains another question. But clearly, these are very significant sanctions that will cut Russia off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or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除了经济层面的制裁以外，国际卡球总会 FIFA 也个澳洲卡球总会8月也联合宣布禁止俄国的国家队加俱乐部的球队参加两个联名旗下的赛会比赛。澳洲卡球总会同时也宣布停止跟俄国国营天然气公司的赞助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跟国际关系，美国拜登政府阁派代表团来访问台湾，今日下晡4点外已经到啊。集团的成员，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人拢有，而且拢是落任的高级国安官员。总统蔡英文明仔会接见。毋盲讲，伫咧俄罗伫咧乌克兰的危机之下，会当继续有啊台美的关系稳定台海安全。3月7日下晡4点23分，美国行政专机到上山机场，带队的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先走出机舱，甲去接机的外交部长吴钊燮用握手刀的方式拍招呼，帅气前国防部政策处长傅洛伊、前北京副国安顾问苏立文、前北京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甲前北京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爱文，也拢向镜头握手。外交部，我们对于穆伦前主席率这样一个重要的访问团来台湾访问，我们表达诚挚的欢迎。尤其在乌克兰的情势的时候到访呢，这展现了对于这个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磐石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台湾团前几天起要去总统府拜会总统蔡英文，下晡拜会行政长苏贞昌，甲国防部长柯国正，暗时有蔡总统设宴款待。台湾希望透过面对面的交流，双方继续深化台美关系，继续共同维护区域和平，阁继续全球和平努力。去年4月，拜登政府的访台首发团由拜登老朋友兼参议员陶德率领，这摆成员不止跨党派，也是下阵高层国安官员，台美寻求进一步的互动。大家拢正关心，在世界局势有变之际，美国拜登总统派相当层级非常高的访团专程来台，来跟我总统相关首长大家交换意见，共同注意各方情势，是非常好的作为。台美关系阁升悬，中国正无介意批评美方派任何人展示对台湾支持，拢是做白工。美国在台协会 AT 发言人邓爱德透过声明表示，穆伦等人会甲台湾驻签官员甲领袖会面，阁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甲其他牵涉双方共同利益重要议题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阁派代表团来台湾，有学者就认为讲，这是代表美国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另外，那拜登的代表团来访问，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伊个明仔嘛要来，外界就认为讲，这是美国的两大党为着接下来选举在拼命。美国总统拜登又一次派代表团访问台湾，这次不止成员的背景真高，拢是上阵国安官员，也是跨党派组合，时间点更加敏感。都是乌克兰局势紧张的时阵，台湾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坚定支持，或者李代中认为，这代表美国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可能是有它一些功能上的考量，意思说美国还是非常重视台湾的一个安全，还有台海形势的一个和平稳定。当然。
然也会向区域里面啊，包括像北京或像区域里面的其他的国家显现说，我们是非常重视印太地区的这个一举一动。美国派不只是单一政党，而是共和党、民主党两边的官员都有的方式来参加台湾，其实就是给台湾打一个强心针，而且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是单一政党的现象，而是两党共同的现象。台北团体台湾停留30点钟，三月七日等于美国这一天，用活动出现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被继续来台湾访问，因为都是拜登集中选举，外界认为代表团比蓬佩奥先一步到台湾有无风险外交的意思，尤其蓬佩奥被看作是上支持台湾的国务卿，也是要争取疾控之术共和党总统提名。现时民主党甲共和党面对年底美国集中选举，党意思向亚太民邦甲两岸传达正确信息。蓬佩奥本身在美国又是共和党鹰派的一个重要人物，跟其他一般官员不一样，他不是一般国防官员，而是他本身也是选举出身的，是有政治上再上一层楼可能性的。所以说他来台湾呢，给台湾提供一个透过他去更加开拓跟美国鹰派还有对台有台派的人脉圈的一个重要一个机会。总分的分析，不论是民主党甲共和党双方有竞争关系，美国支持台湾态度是同款。蓬佩奥亲自到台湾了后，初三会去见蔡总统，初四采取闭门形式演讲，甲台湾正常学界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外爆发战争了后，咱国内就开始咧讨论讲咱的国防兵力到底敢有够。有资料就显示，咱台湾因为兵细少，可能到2039年的时阵，敢若无一定50,000人做兵，建议都要恢复征兵制。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目前的重点就是建军备战，任何建议拢会考虑。乌俄冲突，让人想到1996年台海危机，这么情势是不是更加严重？国防部长邱国正初一回应，国军目前是伫经常战备时期，无升级进入应急作战阶段。台海形势，你认为有不紧张的时候吗？我这都蛮紧张的，我从军以来只是一个高低程度而已。邱国正承认，国外境界是压力也是阻力，国军会更加拼命精疲训练。国军现在的兵力有11.5万人，目前志愿役有169,200人。面临小组化危机，立法院发展局报告指出，推广到2039年的时阵，应征募役男只有50,000人，建议恢复征兵制。邱国正强调，台湾征募兵量不排斥讨论任何国防议题，目前重点在建军备战。但当你平心静气去看一看，当初一起2年或3年的，现在募兵的都4年以上的，所以要以这个战力来看的话，孰强孰弱，这就分析出来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你要拿枪也好，拿炸弹也好，你有这些老兵的经验吗？没有嘛，所以老兵要把这些传承的经验给这些年轻人。前国防部长杨连祖表示，目前上要紧的是军事改革，支持恢复征兵制，预期至少一年以上。如何提升战力，关键在落实经验传承。特别注意是未少少年人支持，延长预期。一年的话，我觉得我愿意啊，因为现在其实我还没有当过兵，可是我是不排斥当兵的，然后我也不排斥去受一些军事训练。我个人是比较不希望延长啦。因为我其实马上就要毕业，就要去当4个月了。因为我自己有其他的，就是就业的安排跟计划。14天新制高调阿伯开始，步兵前射击训练时数相比积极上过少，甲两岸若爆发战争，国防部的全民国防手册指导兵将如何求生甲避难，立委对问制作进度。邱国正表示，3月7日开始已经陆续发给各部会甲地方政府。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今日咱是增加4例本土，桃园占3例，拢甲米迪幼稚园有牵连。另外一个是跟宗教团体的群组有关系，是隔离当中确诊的。另外，指挥中心今日有公布新的病毒基因定序，确定国内目前有15条奥密克戎的传播链，感染源也被找到的有6条。桃园环保局近期进行街路的清消作业，因为出现确诊者卡热，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才已增加4例本土个案，其中3例伫桃园市，拢是新界国小学生，也是米迪幼儿园群组相关。累计即件群组有24人得病，已经出现第4波传染。另外一例是双北宗教团体主参群组，是隔离期间采检阳性确诊。
都是进阶国小的学生，那也都是在2月28号当天发烧，而且开始居隔裁检出阳性。那 CT 值是在22到25之间。另外，详细基因定序也出来，其中新北火锅定序甲土鸡混合罐头，真可能是上早发病的店员。利用456例，伊的 N 抗体也是阳性。另外，新北加强型防疫旅馆的两位调病护理师的定序，两家本土定序无共，是独立传播链。宜兰境外异地延伸的家庭群组定序结果也甲国内本土无共。累计目前国内已经有15条奥密克戎定序无共的传播链。新北跟台北的这两间我们的序列都已经有出来。都跟我们目前本土的传染链是不同的，显示说应该是有其他的这个境外入的来源。另外，今年管部病传播链因为新北抢篮、嘉陵有电子厂案、甲高雄红山家庭、大拿炼油厂群组案等，拢已经感受基本个案，所以有台厘清感染的患者存六条。有这个桃园的幼儿园双北的设计师还有目前这个双北的这个跟用餐有关的家庭群聚，以及这个图下面的3起包括说验传师，还有2位防疫旅馆的护理师，总共6条。另外，阳阳3月7日，历经检疫天数缩短为10天，指挥中心也宣布，国际航空技术员的当天航班历经会当一人一户方式隔离，不过条件是需要做第3剂疫苗。过半14天检疫天数会当改做5+5，历经10天内会有3次 PCR 采检。若讲无做第3剂的人，维持原来5+9的自主隔离。第停航班部分，若已经做第3剂过半14天的人，历经了后改做7天自我健康监测。未做第3剂的人维持7天自主健康管理。根据统计，国内第3剂疫苗对加剂注射率达到41.44%，有计下礼拜公布不良反应统计。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九月，屏东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因为不满超商的店员提醒伊要把嘴暗挂好好势，就甲店员攻击，造成这个店员的目睭甲颔骨拢严重受伤。经过调查，这个查甫人已经不是头一遍甲别人攻击。检方是依照杀人未遂甲重伤害未遂甲起诉，而且认定讲伊咧犯案的时阵是有能力咧判断讲家己咧从啥。有人要求嘴暗挂好，莫伫超商门口食薰。屏东高雄乡这个姓杨的查甫人冲入店内，拍倒女店员，佮攻击伊目睭。这件案件发生伫去年九月的香港案，全台湾拢伫注意。屏东地方法院顶个月二日侦查终结，这个月初一一审屏东地方法院检察官认定姓杨的查甫人除了伤害女店员的目睭暗棍，也捌伫今年6月压倒台上另外一个负责人，依照杀人未遂、重伤未遂起诉，不过无具体求刑。2次犯行经鉴定结果，均认为被告在行为当时能辨识其行为是违法，且具有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无做回动安尼吼，这回来人拢来惊吓啦。是因为查甫人得到私家失调症，检方认定是因为查甫人经过鉴定，两家犯人拢知家己在做啥物，也知影所做代志违法，无符合刑法第19条第1项、第2项。行为时阵因为精神障碍，还是有其他的身体缺陷，未使辨识行为违法，还是欠缺辨识能力，一旦无法还是减轻刑责的规范。没有，我不方便表达，谢谢。不是说他出来结果是有罪或没罪，因为有罪没罪不是专科医师、不是精神科医师认定的。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说他在犯案当时是否受到精神症状的影响或干扰。是因为查甫人被人起诉，女店员的阿兄并无回应，不过讲已经出院休养的妹妹状况越来越好。精神科医师林敬新是讲，这个案经过专业鉴定，当然有伊的公正性。医师主要是综合性评估查甫人伊的状态做鉴定报告，和检警做参考。但是这个查甫人是不是触犯，要由司法机关来评判。是因为查甫人疑心了后，已经予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过去要发生过几落件，有一种品种的狗仔，叫做彼得肯，把人咬到伤，甚至是咬死人的意外。农委会对今日开始是禁止民众进口甲饲彼得肯，若是违法上当，会当罚25万。也若是目前已经有饲的民众，伫咧明年的2月进前，都要登记好势。不过，即阵所有主人是感觉讲有够麻烦，开始甲狗仔放生。黄秀勇的彼得肯看起来真古锥，用过一看到分检员手中的手法，都显出无同款的习性。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的目标，然后他就会追的东西，所以他咬住之后，基本上专注力就在那边。
就算真有经验的奉献官也爱说题，因为比特犬下海真有力，加上就真歹放开的习性，定传出伤人事件。农委会为今年三月初起禁止民众私自也是饲养违者相关，以违反动保法罚25万。另外，已经有饲比特犬的饲主，也需要伫每年的月底完成登记比查，也毋过未当缓释。新的饲主如果要饲养比特犬的话，在法规的一个规范下是不被允许的。那不过原来已经饲养的饲主，地方的动保机关登记之后，那他还是可以继续饲养。根据农委会统计，到这个月初一，全台完成登记比赛的比特犬数量有4686只，其中以屏东的609只上多，其次是高雄的584只，台中有433只。阿伯登记煞已经饲养，爱在每年二月底进行完成登记比赛。也不过有未少民众感觉麻烦，蛋仔的比例也增加。以台中市来讲，今年已经收养8只。还是会发现有一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做宠灯的比特犬送来到收容所，那我们也可以归类说这样是一个弃养的行为。哦，来植入晶片来列管，哦，因为我们现在担心植入晶片后，他说他是米克斯啊。台中市动防处表示，虽然开放禁用，也不过饲主需要完成登记比查，而且是有饲养经验才会进一步门核。饲主带比特犬出入公共场所，要甲长度无超过1.5公尺的绳啊，甲挂嘴安，做好相关的防护。若无依法相关，会当罚15万。也呼吁民众唔通放肆，避免衍生公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读一空八新课纲第一届高中生，因的大学学习考试成绩今日公布啊。其中，亲像理科学院、亲像是医学系、甲电机系即挂学系，较看重的数学 A 级科，互人讲是有史以来上届歹考的。订票干那10积分，满积分15积分的嘛干那789位人，无够全部考上的一趴。考招新制开始了，第一届大学学习的成绩出来了。代考中心公布各科成绩的标准，其中国文和社会的官票，伫个我要5年来是一起平平；英语的官票和旧年相像，也若自然科是比旧年高1积分。也若数学科配合108课纲规划，头一遍分做数学 A 甲数学 B， 含在分开进前的这个数学11积分来甲做比拼，数学 B 的官票13积分，也若方评比讲是这个历年来上届困难的数学 A， 伊的官票敢若有10积分。我们原先规划是希望落在2%到5%之间，考量到高数学需求，还有特殊面向需求的这个同学。对数学 A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原来的学测要稍微难一点点，基本上跟原先的目标是有落差，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做检讨。数学 A 的困难度较高，对满积分的人数来看，就看得出来。全台湾满积分，英语有3708人，这上届多，搁再来是自然甲数学 B。数学 A 的满积分敢若有789个人，无够总人数的1%。若是对考生的选考组合来看，新型学测的第一届，以选考6科的人数上多，超过30%；选考5科的人数嘛，我要30%。在这当中，选考社会科又过来到达困难度较悬的数学 A， 嘛，我要20%。这个是第一次，我相信可能会跟过去的这个趋势是一样。选择6科的人数会逐渐的降低，啊，因为五选四我们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学测的成绩一日出来，总是会有人欢喜，有人忧愁。煞后的翻新嘛，要伫3月15日开始报名。申请入学的报名时间是伫个3月23日，并且会伫个5、6月的这个期间来做第二阶段的进试。记者综合报道。学测的成绩公布了后，一挂考生会开始准备申请学系，因为今年是新课纲的第一天，变化较侪。有专家就认为讲会较歹，预估起会当申请到虾米学校。不过因为数学的歹考，平均的分数就较低，57积分都有机会会当申请到私立的公费医学系。我不会挑保底科系，这六个科系都没上的话，我就不会走申请入学，我会走分科测验，就是我一定要上我想上的科系。你都申请未到所爱校系，安尼都爱搁进分科测验。新课纲上路了后，头一届大学学测成绩公布，考生注意个人申请升学管道。其中数学 A 是部分学生囡仔选填志愿的重点。
我理组的话可能会选电机资工之类的，那文组的话可能我文学院或法学院其实都有兴趣。虽然说我在数 A 的方面可能没有拿到一个好的成绩，但其实自然和社会我都有一些把握，这样子距离我自己的梦想科系应该也还蛮近的。理想有一点差距，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也是有高出那个标蛮多，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机会啦，但最后都还是要看学校到时候怎么选。除了数学科分流以外，今年学习的制度变动较大，跨科人数也较侪，所以有升学专家认为部分路点可能较歹估算。以一类组来看，猜各因素 A 顶票上科，一个猜算数学 A 的中二倍上科，一届过关积分比过去减一级。二类组会当看有一挂头名好些，无猜算国文，就算国文失利，也有机会冲到头前。但是三类组念做猜算国英、数学 A、自然 A、数理医学系公费生，57积分都有机会。医学系、汽科学系四科过去拢啊60积分，今年保守向下修到57积分。医科的四科呢的满积分的状元榜首，去年是211个，今年剩114个，也是受数位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推估呢，大概是私立学校的公费的医科，哦，大概是57几分就有可能会上榜。把你弱科藏起来不要比。另外一个是呢，如果非比不可的话呢，把你的弱科跟强科包起来一起比。专家建议考生选填志愿的时阵，会当分作两个想要爱、两个正常、甲两个保守校系。专任教师提醒，伫申请入学的同时，会当持续准备七月分科测验，卖放弃任何有可能进入理想科系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华兴托婴中心虐待囡仔案件处罚已经出来啊，负责人罚30班，三个涉案的警官罚15班。台中市副社会局的正副局长等5个主管自清处分。不过，打算传出讲，台中西屯某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因为有老师不懂管教幼儿园防处罚，事后煞要求3个家长要转学。台中西屯一间私立幼儿园今年一月四代老师无适当管教学生囡仔，受害学生囡仔超过10个。台中市教育局二月中才宣布罚园方19万，停教一年的处分。没想到3月初一有同班级真侪家长出来指控，事发了后好亲像去让园方报复，至少有3个家长收到转学通知。学校这边的说法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家长不信任学校的孩子还继续留在学校上课。这样会造成学校及老师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再服务您的孩子。片面的通知我们，你的孩子不适合我们，而且他们用很烂的理由说新的老师带他们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新的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学校说谎。一个前园方无回应，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将要转行这件代志也搁伫个了解。不过幼儿园唔是义务教育，干来当依照双方迄个时阵所签的契约来决定，是属于消费的纠纷。依教育主管机关立场，会协调双方调和。不是义务教育，所以它都是有这个幼儿园跟家长签订的一个叫做服务契约。了解跟看看情形，尽量让双方都能够圆满啊。另外一件引起全国舆论的华兴托婴中心虐童案，台中社会局重新调查，初一公告裁处结果，涉案的吴文文、甘淑贞、一家林冠平三托幼人员裁罚15万，并公告姓名。十年来未使从事相关工作。负责人甘淑贞罚30万，公告姓名，托婴中心停办一年。托婴中心的部分，我们裁罚30万元啊。那另外呢，对三位的这个照顾的人，我们都加重裁罚到15万元。那个黄姓的那个工作人员，这些都是10年之内不得再从事相关的工作。社会局当时提出内部处罚名单，包括正副局长、家庭暴力加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也甲迄个时阵担任二校护理科科长等5人，拢因为无善尽督导责任，自请处分。目前等待警方单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跟南韩的疫情政策。香港3月要实施全面强制体检，而且因为封城，讲要封城，引起百姓惊吓，抢买民生物资。也那是南韩那边是放任规定，到餐厅跟酒吧唔免阁提疫苗护照，也是阴性的证明。所以来，因就要把医疗资源用来照顾高风险的族群。香港超级市场摆个长乐路的生肖货架顶悬的物件拢被卖了了。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港府3月可能伫九港内要实施3摆强制体检，时间伫3月17了后，体检期间未封城，来达到上大效果，结果引起民众惊吓，抢买食物件。我
其實香港不應該封城，因為有些真的買不到東西吃，或者根本他們沒有那些錢去儲糧。如果他真的安排到是那些人士是可以真的足夠的糧食就可以封城，是好事。但是其實他如果安排不到，是很多人會餓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呼籲民眾冷靜，不通過信謠言。伊強調，目前食物甲物資供應正常，民眾免煩惱。不過真正讓當局頭痛是疫情失控。香港禮拜新增確診超過34,000例，第一次超過30,000例，創下新冠紀錄。87人死亡，年會在51至100歲，大部分是老大人。因為死亡人數增加正緊，公家的太平間容量已經有報告情形。We have a traumatic pressures on the capacity of our mortuary capacity for the corpse. We are doing our best. 目前当局设法简化遗体处理的相关程序，减轻太平间的负担，也使隔离病床病医收容不正的病人。专家推测，香港这一波疫情最后可能让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感染，三月中才达到疫情高峰。在南韩疫情继续增加，连续两天单日增加确诊病例将近14,000例，死亡拢超过100例。不过，当局决定甲病毒共存，为三月初一开始解除爱提出防疫护照或者是体检阴性证明，将出席餐厅、酒吧甲公共场所的规定，使其将防疫重点放在高风险族群。이는한정된보건소자원의자원을고위험군의어떤검사그리고확진자관리에집중하기위해서음성확인서발급을중단할필요성그리고예방접종률이향상돼서南韩放任防疫措施跟疫苗注射率慢慢普遍有关系。目前有86人已经注两剂，6成注第三剂，现在来推动注第四剂疫苗。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从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已经有超过50万的乌克兰人逃难到附近的国家。欧盟27国准备给这些难民3年的居留跟吃头路的权利。不过，偏偏拢是对乌克兰走出来的难民，有一挂半年前才对阿富汗走去乌克兰的民众，佮有一挂毋是白人学生，所拄到官员的歧视和砸地的边境。相比战争的乌克兰人坐火车、巴士或开车向西逃去邻国。联合国统计，已经50万人离境，其中超过30万人到波兰。边境关口梅迪卡主要难民中心普热梅希尔市，为早甲暗人车真多，因为车程伤过长，等的时间伤过久，真侪人转去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摩尔多瓦这附近国家，也拢接收几啊万人。We wait for about 3 days to get to the Polish border from Kiev, and that's about 8 hours drive. So we were 3 days. It was impossible. Roads totally packed. We were just driving and crying because seeing how people are desperate.老人甲囡仔伫真寒天气，等待其他亲人团圆，或者是准备转去其他地区。欧盟18国建议为因提供3年居留甲工作权。德国宣布接收所有乌克兰难民。德国铁路公司免除乌克兰人为波兰入境的车票费用。车站还有志工热情帮助。希腊雅典有2台大巴士到会，少年妇女将7岁查某囝送予妈妈照顾，马上准备回国加入抗战。Ukrainian people won't give up. Ukrainian people fight.去年八月，塔利班摕到阿富汗政权的时阵，对欧美国家安排撤退到乌克兰阿富汗人，唔敢相信半年之内，阁面对另外一个战火。埃国杜兰前夜晚飞加拿大部队工作反应，全家在乌克兰旅馆刷关了定时拖延，难民文件过期，这么无经济援助，也无法度到去其他所在，呼吁加拿大政府赶紧负责。还有一阵是乌克兰境内数千名非洲或者是印度、土耳其的等非白人族群，其中有大量非洲留学生控诉在撤退进前去波兰时阵，遭到乌克兰甲波兰两边官员差别对待，坐车被冻，通关的时阵，让拖延，让在真寒的天气长时间的等待。Ukrainian can pass every checkpoint, every passage, every door easily, but we always wait like 1 hour, 2 hours, 3 hours, and always there was some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I think.非洲人民表示，无法度接受对非裔民众差别待遇，认为这有种族歧视，违反国际法。波兰驻联合国大使是无承认有这种情形。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关心咱台湾伫咧乌克兰读册学生，
外交部今日是安排10名学生再去对托尼基专机飞回来台湾，指挥中心让他们能回来台湾才做 PCR 采检。不过航空公司因为他们没有阴性的证明，就不爱让他们回机。外交部表示是托尼基的航空公司有误会，已经超好势，他们能坐后一班飞机回来。另外，目前我们台湾还有17个台湾人在乌克兰的境内，外交部会继续规划后一批铁桥专车。在红色碰色无碍乌克兰留学生 Simon 这十个人，在外交部协助之下，总算对乌克兰铁到波兰，要回来台湾。不过，因煞在托尼基搬机的时候，忘记决定机，提出之前卫福部讲的免 PCR 证明的切结书，煞也是因为无 PCR 阴性证明，无法度登机，留伫机场十几点钟。卫福部说不用，那你地勤说要，那请问一下我不懂的点就是在说，你这些的信息的传递有没有传递到？结果反而是造成一个中断，这让我们被 delay 的开销，我们又要自己承担。毕竟说都是撤销，那怎么做事做半套？本地伊要坐台湾时间，初一透早7点的飞轮机对托尼基起飞，按算下晡5点到台湾。后期决定机的西门真生气，伊只想要紧转去厝呢。几点钟了后，总算接到外交部的电话，表示安排上紧的班机。相关的部会也在立法院回应。要回来的国人，我们一定全力帮忙。那也不需要有 PCR 的证明，到了台湾再落地采检就好。那我相信这是在可能交通部在联络机场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转机，好，所以那个作业的细节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这个是土耳其航空公司，他误解了我们那个免 PCR 的这个证明。那我们已经安排好他们最快的时间能够回到国内来。同一个航班的隔天，他应该就是隔天的同一个航班的那个班次那个号码，应该就可以回来。但讲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有10个，有3个人已经第二月二日回来台湾，包含西门在内的6个留学生，26坐铁桥的巴士到波兰，目前在托尼基在等班机，搁一个人留在基辅，已经退去斯洛伐克。另外，针对在乌克兰东部甲南部2位留学生，会搁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自从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大家拢真关心台海的局势。甚至有流传一句话，叫做“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仔台湾的模样”。面对这款情势，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是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强调讲咱台湾人若是团结，世界都会来到三江。另外，咱台湾目前是对国际脚步咧制裁俄罗斯。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日是表示，若是国内厂商有因为安尼损失，政府会补助。在战争与屈辱的面前，你选择了屈辱，可是屈辱过后，你仍得面对战争。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名言，得到大家喝彩。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俄乌军队是跟咱国民众只有自立自强，自助了后才有人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牵动台海局势。立委引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讲，俄乌战争有告中国安怎对付台湾，要安怎防范台海局势，苏贞昌是顶狠决心。现在很多国家把飞弹什么都往乌克兰送，这个就是我过去在贵院答询时说，哪怕剩一只扫帚，我都跟你对抗侵略，一样的道理。只要我们展现团结跟不容侵略的决心，全世界都会来帮忙。俄乌战争延续，苏贞昌强调，将乌克兰比作台湾是唔对的。对国民党立委博坤奇质疑台湾防备能力，爆发激烈的危机。你也可以拿扫把，快走，在你先转，院长。我们今天问的是2300万人，当然，院长马上你这个要怎么样保卫台湾？我们问国家的武器，不为台湾讲话。另外，伊调亚东团做出共同声明，严厉谴责俄罗斯，要求政府甲国际协作会参与反制措施，而且国内厂商也配合，包括半导体、台积电拢加入制裁行列。那厂商安尼受损害，政府会提供协助。我们制裁的部分，那一个是国际上大家看到的。
要不要去启动这个金融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出口管制的部分。经济部表示，咱国甲俄乌贸易也相对较细，也毋过俄乌冲突连带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苏贞昌强调，大国基本面良好，先前观察走势甲外资动态，那战争因素造成无正常落盘，个人基金随时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战未煞，网络假消息嘛是满世界。台湾伫咧第一时间就加入国际事实查核联盟，到处理假消息。有传播学者就表示，罗西亚即阵正发起右路的自信战，利用各种管道散布消息去世界各地，要拍心理战，达到因的政治诉求。高恩直直对厂房冲出来，规个门开散布，看到真恐怖。即支伫咧 Twitter 消传的影片，被外国媒体引用报道讲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发电厂爆炸。后尾经过国际联合稽查，发现是2015年天顶化学仓库爆炸影片。也有人翕 CNN 的新闻来做图，甲飘地改掉传假消息。乌克兰和罗西亚也未停火，网络自信战也也未收煞。咱就叫做移花接木型的影片。片真多，啊，过来就是爱，咱爱特别注意，就是讲俄罗斯伊个透过伊个媒体吼去做足侪爆料。俄罗斯的资金站其实是非常精致的攻势，境外的政治力量想要达到一些政治诉求的时候，他一定会先透过资金站来混淆我们的认知。那我们就必须更有警觉。有立委嘛指出，最近有人要伫咧面册画大头像，声援乌克兰无防稳准，甚至用面册来宣传香港反送中纪录片。这文章嘛去予面册公司压落来，烦恼台湾超过2000万的面册用户言论自由受控制，因呼吁政府赶紧通过所谓通信传播服务法草案，同时也发起联署，要求社群平台爱公开内容审查机制。希望讲立法院这边紧来通过这个疏通法 ，NCC 未来有这个工具，会使做法律的这个管制。现在正在讨论中的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法草案呢，它其实是一个框架，它是一个借接到各个部会的一个相关的法令去，判定说是哪些是内容是违法的内容，然后该怎么去处理。NCC 坦白讲，各部会议题真多，安怎认定内容违规有一定的调整。不过会赶紧把草案送委员会，因为面测公司已经在乌克兰设安全使用措施，包括暂时停止找乌克兰面测用户的资料，同时提升第三方事实查核单位的能力，防止假消息扩散。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为着甲故乡斗相共，伫咧台湾的乌克兰人甲几落个台湾的民间团体，去莫斯科代表处头前抗议，要求俄罗斯都爱赶紧停战，莫唔忘国家会当斗相共。乌克兰，我们不是。乌克兰，我们不是。在台湾的乌克兰人手举国旗，愿望和平，但是战争到达第六天，也是让因心碎。站在莫斯科台北代表处头前抗议，也愿望各界声援。If you don't want to support the war or army, support our medical help. Support us with medicine. It's so important. We accept everything, all kind of help. You can support by donation, just to buy our people food.I know we cannot deliver nothing from Taiwan, but we can donate and people can deliver from Poland to Ukraine.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抗议连续活动，短短几天就有百多的台湾团体被4000人支持。因呼吁政府要甲乌克兰人徛做伙，嘛要赶紧通过难民法建立庇护机制，嘛表示伫罗西亚政府停止侵略进程会持续连署。这个连署的行动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因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理。这反侵略。保障人权，这是普世价值。面对抗议，莫斯科台北代表处有派人接受人数，台湾嘛伫礼拜暗暝启动医疗补助的关政，内政部嘛允准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延长居留的时间。行政院嘛表示会开赈灾口罩协助难民。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报道。上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跌落。其中是以物价水准落上者是12年半以来上低，迄是讲物价压力是逐个月拢在增加。另外，今日阁有一间凉水店的宣布要起价，是讲50人伫咧3月7日开始，800几拢要起价。三杯多少钱？3杯是156元哦。
三杯饮料，搁买一个塑胶袋啊，比平常时啊贵十五块。三月七一开始，伫北部地区五十兰门市买饮料，每一杯爱加五块。消费者是讲，过去一杯青茶卖三十块，即马起价三十五，等于是起价幅度超过16%，认为调整幅度上大。夏天应该算蛮常喝的，挑幅可以不要这么高的，一半左右吧，大概2块3块这样子。可以，还可以接受，免费加的，嘿，不要取消比较好。唔，那是不累起价，就连篮球仔起势嘛正惊人。最近房市佮加上建材、红毛土建材成本大起，靠住投资差租，厝价嘛一直起。实际使用约是13坪，那含车位的一个总价大约在1200万。新北市芦洲区拄啊完工无偌久，卖两个月的新建案，一平先高价已经花超过50万，也毋过也是有家己要住的人愿意买，因为都惊厝价愈来愈贵，拖愈久愈买袂起。芦洲现在在一些5年内的房子，大概现在的一个成交大概都是在5字头，很明显的已经都是往上涨的一个趋势。根据中央大厦建发中心公布最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整体数值也是持续降低，6项分项指标有3项下降，包括投资股票时机、购买耐久债时机，尤其是物价水准落上济，创下12年6个月的新低。这个月的指数是30.45。那它其实是代表严重悲观。按国国会公布一月份景气点好，由红灯转为黄红灯，显示国内景气也是稳健成长。经常率的预测大概都是会接近到4.5%嘛。我们出口也非常的畅旺，我们可以从灯号看到整个外贸的表现非常的好。展望未来，国发会认为台湾伫出口投资也会当维持增强的动能。但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影响，无定着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会做调整，是不是冲击全球的经贸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有真济厝，不过算毋是家己住的民众都爱注意。行政中台中市府今日是定案，讲要调悬囤房税，针对毋是家己住的厝，3户以下，6户要扣2.4%的税，4户以上要扣3.6%，上紧7月就会上路。其他县市嘛，拢有一挂囤房税规划。毋过财政部是决定讲，暂时要修订行政院版本的囤房税。毋过这嘛，予学者质疑讲，中央压制房价的决心。新厝一栋算一栋起，厝价依然真悬。大部分的少年人买厝实在不简单，台中市府七一定限要挑选有真一间厝的人的房屋税，压制差房产。有的人就拥有好多房，也不是自己在住，我觉得还是要扣税，这样比较公平。我觉得囤房税来讲是必定要实施的，因为很多人没有住着有其屋。台中市非住宅处3户以下扣2.4%，4户以上每户按3.6%扣税，初犯会送寄回心机。那顺利通过，上紧7月开始实施。针对少数人囤房，大部分的市民朋友不会受到影响。台中市一共有116万户的房屋，100万户，那其中呢，100万户不受影响。目前六都只有台北市已经有囤房税，毋是住宅2户以下扣2.4%，3户以上3.6%。各县市政府也表示要提悬。桃园市、新竹县市甲台南市，毋是家己住诶厝5户以下按算扣2.4%，6户以上3.6%。高雄市3户以下扣2.4%，4户以上3.6%。地方政府压制炒房阁出招，按国财政部定调，会暂时无必修订行政院版诶囤房税。他如果修囤房税，可能会直接面临到这个所谓的全国的户籍总归户的问题，所以总归户的一个做法上面来说的话，他可能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去做一些规划。在财政部方面，似乎在这个所谓打炒房这件事情上，比较属于被动或者比较不积极的态度，可能会产生一国多制的情况下，中央缺乏统一的这种效果下。就是那个落实的程度会有相当的折扣。各县市按照同款的标准扣囤房税，财政部表示，因为各地城乡差距、违反公平性，恐将引起争议，增加的房屋税也可能转予厝卡、合租金起价，所以暂时无定全国统一的差别税率。啊，不过学者认为，中央无统一，日头有限，而且点出有受处，也无在囤房税的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12月底到1月初是种菜的农民开始接机的时间，不过顶一阵啊，因为天气真寒，搁落雨，家己管得起来，菜农无法度交粉，造成损失。
嘉义县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勘了后，表示会甲因到政府补助。就是低温下雨，授粉不连了。原本应该要开会调过的国家来呀，即马看起来拢连连。农改都人员会同县政府甲农民实地了解旱流造成的损失。开挖的时候就不授粉，就这样子，而且又最近这一波连续七八天的下雨，也影响蛮严重的。嘉义县竹崎乡是国家内的主要山区，种植面积有70多公顷。受顶一阵天气寒佮落雨的关系，国家内毋是无开花，就是停止生长，有八成受到影响。哎，那因为他们嫁接的时期其实蛮长的啦，就是可能会遇到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高阶离穗啊，因为受到连日降雨跟前阵子低温的影响，那普遍都有接穗不良的状况发生。农民表示，国家内穗拢是为日本进口，去年就因为寒流造成损失，今年阁发生同款的情况，希望政府会当协助。农业处嘛指出，这两冬拢有旱害，除了协助申请补助，也提醒农民会当注意农业保险的政策，减少气候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神风庙口一间卖食的店，头家伫咧立冬前出车祸，规身躯严重烧烫伤，十支指头啊拢已经无去，脚手的关节嘛拢受伤甲真严重。不过伊无放弃家己的人生，决定要开店做生意，拍拼重新出发。一透早传好材料，准备做生意，就算讲双手搁包西布，头家无用工课，同款顶针。60年离厝的林先生。那当前发生车祸，规身躯80%互火烧伤，双手10支手指头啊拢无去啊。不过伊有顽皮，无放弃。受伤，然后到现在还在这样子继续努力。我觉得它是一种生命斗士的代表。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重点味道真的很好吃。完全没有握合的能力啊，完全没有。它这完全都是已经截到最后一节那个骨关节了，完全没有功能的。除了手指头以外，伊的双脚也因为受过伤害，无法度站久。对林先生来讲，开店卖食的，是让家己人生搁再一次重新出发。尽量去克服啊，就是尽全力去做，因为我现在等于是说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奋斗的点，这样子，不管再苦都要坚持下去。头家讲，就算卖食的真艰苦，不过伊嘛是会继续做落去。希望大家会使看到伊的故事，把人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15度到29度，东部地区18度到26度，外岛地区16度到20度。最后来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蘇比，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相会。